有女生日前在讨论区发问，指最近找工收到两个取录通知，在她犹豫的期间，她梦见她已过身的嫲嫲在尖沙咀吃饭，并表示要接她收工。楼主醒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因为其中一个工作机会就在尖沙咀。他表示过去曾经因为嫲嫲报梦而避过被朋友骗财，所以最后凭住梦中嫲嫲的暗示作出了决定。网民对女生的做法意见两极，有人对仙人报梦深信不疑，说嫲嫲好嘢，做仙显灵，但有人就认为楼主想太多，认为一切只是潜意识的投射，